好，我们以主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七月五日星期二下午12:01至33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永明等18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六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0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4案全部照列。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与党团协商通过，修正民进党党团中委员孔兆提案，增列国民党党团提案及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等二案，改列第11、12案，其余各案依序排列共计45案。另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远洋渔业条例草案等，当日下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4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3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含附请愿人。三、一、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者10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付并附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1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七月十五日星期五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20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许淑华等拟具，其前防治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至四、委员杨耀等拟具动物用药品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海岸巡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五至七、委员洪宗义等拟具平均地权条例、地震事法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环境教育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委员李彦秀等拟具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委员邱意莹等拟具灾害防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0至11、委员吴志扬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2、委员余婉如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3、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4、委员孔文吉等拟具促进转型正义原住民主权利回复及补偿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5、委员郑宝清等拟具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6至17、委员陈雪生等拟具公路法二案均交交通委员会审查。18、委员蔡宜宇等拟具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9、委员苏巧慧等拟具图书馆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20、委员萧美琴等拟具国有财产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1、亲民党党团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2至23，委员吴其敏等拟具替代役实施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地方税法通则交财政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4至26，委员尤美女等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行使法草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7、委员徐友明等拟具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28至30，委员顾立雄等拟具监察院组织法、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律师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1、委员周春米等拟具律师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2、委员严宽恒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交修宪委员会审查。33、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4至37，委员陈其迈等拟具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船员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8至45，委员赖瑞荣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海洋委员会组织法、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组织法、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组织法、国家海洋研究院组织法、海洋部渔业署组织法草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农业部组织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
46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拟具环境影响评估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7委员中孔照拟撤回前提之劳动基准法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48委员郑天才拟撤回前提之劳动基准法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均拟同意撤回。49行政院函请审议植物品种及种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50行政院考试院函请审议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交司法解法至交通两委员会审查。51-170内政部、教育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行政院侨务委员会、社卫生福利部、文化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考试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经济部、交通部、审计部、国防部、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安全局、司法院、劳动部、国家发展委员会、蒙藏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法务部、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银行、台湾省政府、原住民族委员会、外交部、总统府、台湾省市议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71-177教育部、国立故宫博物院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78行政院函请本院推举组成课程审议会委员审查会，请查招案，本案交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179-265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准予动之。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外交及国防、内政、教育及文化、财政等委员会函为行政命令于审查期限等提报院会，请查照案。266-270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总统之提名谢文定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为院长，林景芳为大法官并为副院长，咨请同意案拟召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二委员吴志扬等拟具跟踪骚扰防治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3-4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国家公园登山活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亲民党党团提议增列5亲民党党团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议事处增列6委员陈颖等拟具原住民族互助金库条例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我们报告事项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发言的委员发言。第一位请吴委员玉琴发言。谢谢主席。针对我们第21次会这个报告事项，建请将总统之有关司法院大法官并为院长赖浩敏，还有大法官并为副院长苏永清请辞，呈请请辞，均予照准。那之依据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修正征修条文第5条规定，提名谢文定为司法院大法官为院长，并为院长，林景芳为大法官并为副院长，咨请同意案列为本次21次会的会议报告事项第2案。好，请这个好，谢谢。好，我们报告事项发言完毕，现在开始处理。请问对吴玉琴委员提议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那报告事项民进党团增列第一案，哈，他是第二案，第一案。没有，他这个是增列的第一案。增列的第一案呢，哈，照吴玉琴委员的提议列为第二案，哈，这个修正通过，好。接下来我们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二、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三、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草案；四、资恐防治法草案；五、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六、所得税法修正案；七、所得税法增订第17条之4条文修正案；八、关税法修正案；九、国民党党团建议邀请行政院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自本院院会报告熊山飞弹误射事件原因检讨及后续处理作为，请公决案。
时，委员徐永明等拟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十一《动物用药品管理法》修正案，十二《军事教育条例》修正案，十三《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十四《集会游行法》修正案，十五《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增订第二十二条之一条文草案等，十六《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修正案。十七《通讯传播基本法》修正案，十八《卫星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十九《发展观光条例》修正案，二十《就业服务法》修正案，二一《停车场法》修正案，二二《铁路法》修正案，二三《陆海空军军饷条例》修正案，二四《农会法》修正案，二五《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案，二六《期货交易法》修正案，二七《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二八《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二九《劳动基准法》修正案。三十，卫生福利部函未修正《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三一，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三二至三六，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共五案。三七，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三八，记账事法修正案。三九，保险法修正案。四十，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四一，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四二，劳工退休金条例修正案。四三，财团法人员荣民荣券基金会一零五年度预算书案。四四工会法修正案，四五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行政院原能会审查台电所提核二厂二号机组发电机爆裂烧毁事件专案报告，应随时上网公开，于同意台电公司重启运转前，应向本院提出专案报告，请公决案。四六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修正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讨论事项宣读完毕，现在请登记发言的委员发言。第一位请中委员孔照发言。好，主席，在座的各位委员，针对二十一次的会议讨论事项，建请依序能够列入本院的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的报告并案审查委员会叶一金等三十人凝聚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计四十六案，授权议事组宣读，是我有当，请公决。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第二案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三案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案。第四案知恐防治法草案，第五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六案所得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七案所得税法增订十七条之四条文草案，第八案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九案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案军事教育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一案财团法人荣民荣券基金会一百零五年度预算书案，第十二案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案，第十三案集会游行法修正案，第十四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五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十六案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一条及第一条之一条文修正案，第十七案就业服务法五十二条修正案，第十八案通讯传播基本法第一条条文修正案，第十九案卫星广播电视法第六十四条条文修正案，第二十案发展观光条例第五十五条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一案停车场法第三十二条及四十条之一修正案，第二十二案铁路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三案陆海空军军饷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案，第二十四案农会法第二十五条之一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五案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案，第二十六案全民健康保险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案，第二十七案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二十八案及第三十一案分别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十四条条文修正案，第六十九条条文修正案，第二十九条之二及第六十三条条文修正案，第三十一案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八条十一条修正案，第三十案期货交易法第一百零七条及一百十二条条文修正案，第三十案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三十四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第三十五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三十七条修正案，第三十六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十五条五十六条条文修正案，第三十七案运动彩券发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第三十八案记账事法第四条条文修正案，第三十九案保险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之五及第一百六十八条条文修正案，第四十案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条例修正案，第四十一案劳动基准法十四条条文修正案，第四十二案劳工退休金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第四十三案工会法第二十六条条文修正案，第四十三案工会法第四十四案邮政患者健康照护服务条例第四条及第十二条条文修正案，第四十五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行政院原能会审查台电所提核二厂二号机发生主发电机爆裂烧毁事件之噪音调查及后续处理专案报告，应随时上网公开。审查完竣后，在原能会同意台电公司重启核二厂二号机运转前，应向本院提出专案报告，请公决案。第四十六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第二位登记发言林委员德福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想本席啊，针对就是。这个民进党他们变更议程里面，就是这个程序委员会里面第一案，就是不当党产条例啊，我想本席对这个是有意见的啊，因为第一个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在这个国民党团也有提出一个政党财产的监督管理条例，但是这个因为民进党跟时代力量他们占着人数的的多数。然后就是不予审议，并且我一直认为说这个里面既然要委员会要设在行政院下面，但是行政院也没有版本，民进党也不敢提版本哦。然后这个现在行政院是民进党的行政院啦，现在你委员会设在他下面是球员兼裁判。另外哦，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这个我们整个就是组改当然就是组织要缩编，那这一次的整个就是不当党产条例里面，它不但没有缩编，又扩编，那这个相当于就是民进党的等于是一个东厂哦，甚至于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委员来做清算斗争哦。那我一直认为说，这些委员大到可以要求这个警察要求宪兵去搜索。我想我们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的整个立法精神一定要合宪，不能违宪。但是你说今天整个司法检调，因为既然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你要是认为说哪里有国民党有哪些不公不义不正不当的部分你可以透过司法检调去查核去了解，但是这种操作方式几乎就是不公不义不正不当。那我们都知道蔡英文主席也是总统，他说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如此，是追杀追杀再追杀。所以说我认为说这样的操作方式，因为每一条文都是民进党委员提的这个版本，那行政院也没有版本，那这个包括民进党也没有版本，但是每一条文他都有修正的版本，其实修正版本就是民进党的版本，但是他不敢用民进党提出来做修订，所以说我认为球员兼裁判这个是非常的要不得。那当然我们认为对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我们认为有意见，那当然我们是绝对不是说这个认为说这个整个国民党党产如何，主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正当的手段，不能透过这种非法不公不正不公不义不正不当的那种操作模式所以说我们对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处理方式我们是有意见的，谢谢。好，我们请第三位登记发言李彦秀委员发言。
各位主席、各位程序委员，大家好。今天的程序委员会，我们要讨论的是7月15号这个会期有机会立法院审议赶案子，希望有机会所有三读的法案。本席觉得，个人觉得非常的遗憾，民进党把第一个案子提变更案当中46个案子，第一个案排不当党产的案子。我常要讲，立法院其实是不分党派大家的。国会改革之后，我们都希望有机会，国会立法院的品质在所有人民面前，大家觉得我们是一个用心审民生法案的立法院。其实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不当党产处转要排在哪一个时间点来审，国会的多数哪怕在哪个时间点都其实都是可以的。第一，有必要在大家关注立法院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希望多一点的民生法案通过的同时，七月十五号本届第一次第一个会期要结束的最后一天，第一个案子排不当党产的案子。第二个，我回到这个案子，当时整个法案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包括民进党自己在开行政立法协调会议的汇报，民进党自己内部行政团队都已经讲，在法律竞合的部分跟在组织整合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当时从媒体上看到的，民进党说反正案子审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调整。我觉得一个立法的周延跟周全，我觉得都是要兼顾到的。如果民进党用立法院的多数在整个案子每一条条文其实都有可能涉及违宪的状况之下，这个案子通过立法院三读的时候，民进党多数的表决通过，到最后再拿去大法官释宪，我觉得立法院会是一个一大笑话。立法院有这么多的律师身份在现场，最后我们修正的条文很多其实都是不够严谨、不够缜密。第三，其实都还有可能涉及违宪。最后一点，我在讲这个立法的周延其实是有偏颇，特别是中华民国台湾现在有100多个政党，在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当中，第二条只针对76年，民国76年7月15号。难道未来所有的党产，我们要检视所有政党，其他政党完全都没有问题吗？这个条文、这个条例只要针对国民党来吗？我们也希望在台湾中华民国所有的政党都是可以经得起考验。所以我认为，在这一部不当党产条例里面，我们在文会修的每一条条文，其实我建议民进党可能要不要再思考、再三思一下。如果到院会再要用多数的表决来去通过的话，这个法案其实每一好多条其实都有问题。在现场修正过程当中，好几位律师是不是适妥、是不是适切，要不要思考清楚？以上。好，谢谢，请第四位登记发言曾明忠委员发言。你不发言啊？好，我们请第五位登记发言徐委员永明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其实我是今天很高兴来开这个程序委员会，因为今天早上从8:30院长召集的政党协商，9点促转的政党协商，11点党产的处长，这个政党协商，我都找不到我亲爱的这个国民党的同仁，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这个18岁公民权，我们邻近的日本，最近国会选举，他们年轻人去投票，决定日本的未来。恒珠说亚洲国家，其实就我们投票年龄最高，连国民党自己都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案。结果政党协商的时候不愿意出席，让这修宪委员会没办法组成。好，8:30党就算了，9点促转，这个我们这个招委段宜康坐在那边发呆等20分钟，也没办法讨论。11点，刚才林投委员讲说国民党案子没有被列进来，这是我们11点这个关于党产案协商的这个文件里面很清楚讲到国民党的案子，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有列进来，是并案审查的情况。所有的案子里面，国民党相关的提案都有国民党的提案列在这里面。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如果认为会违宪，
我相信国民党的法政人才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出来站出来站出来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如果有任何你觉得有任何问题，我想那时候媒体开放，所有人都会在听道理的地方，不要挡，从早上八点半挡，九点挡，十一点挡。所以我要寻找我亲爱的国民党同仁，只能来程序委员会。好，好，我们看啊，所以下午的院会也不要再挡。我的意思是说，整个党产的处理跟审查的过程，你们都有参与。好，这个过程你如果觉得违法，其实是可以辩论的嘛。辩论在院委员会可以辩论，政党协商也可以辩论。我这边看到非常多条国民党的提案呢、啊，都列在这里面。好，我一直认为立法院应该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好，如果觉得不当这个词不好，也可以来提辩论。哦，为什么不当不好？哪里违宪？不能一直在讲说啊，这个条文是违宪的，这个未来会有问题。我觉得立法院的功能不是最后把事情丢给大法官，立法院的功能应该是呼应民众的要求。十八岁公民权，我还是要在这边再讲，这个是超乎蓝绿的，连国民党卢秀燕委员自己也有提案，组成一个修宪委员会这么难吗？组成一个修宪委员会来谈台湾的公民权未来应该怎么走，台湾的民主政治未来要怎么走，有这么难？出席开会，再讲一次，出席开会绝对是我们立法委员最基本的权利，没有那么难。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顾委员立雄发言。主席，在座的各位同仁哦，早上十一点不当党产条例协商，我们看不到一个国民党的委员来出席。程序委员会希望把它排到第一案来进行处理。国民党说这个条例有问题。那有问题，早上为什么不出来协商？一个都看不到，一个都看不到。所以国民党的意思就是说，多出暴力啊！每一条文都用表决啊，对不对？你还讲什么？今天早上，今天早上。进行协商，这一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如果说我们用多数的暴力，我们没有办法迎合到、呼应到众多民意的支持，我们如国民党所讲的是一个多数暴力，是一种蛮干，没有任何的正当性。那民进党就承担这所谓的多数暴力的恶果，但相对的，如果是国民党，他不愿意面对从威权时期转入民主时期这样子的一个党产的包袱，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不当党产的处理，只是一再的用所谓的退席、缺席、不到。那如果认为国民党有这样的正当性，那这个正当性就最后委诸于民意来决定。最后委诸于民意来决定，不是吗？大家总是会在定期的选举之下，最后会见真章嘛。所以在这边只是奉劝国民党体认到底党产的这一块，对国民党来讲，杯葛是能够得到多数民意的支持。还是面对他，然后取得一个重生，还是得到民意的一个支持嘛？这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答案吗？我们又不是一个没有经由定期选举来召唤民意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结论是很清楚的嘛？结论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一定会本着我们一定要让他通过的一个意志来呼应。大家对于从威权时期转入民主
这一段时期所谓的党产加入在这个社会里面不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之下产生的一种对于民主的伤害，我们认为这个伤害这个伤口要赶快的把它清创愈合，然后来回复到我们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本质，进行公平的竞争。这一点我也很恳切的希望国民党能够充分的体认，谢谢。好，我们请第七位登记的委员，由魅力委员发言。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哈，国会改革应该是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党派，其实大家都共同的一个意志。所以呢，在国会改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这些的法案能够理性的论辩，而不是呢口口声声的就讲的所谓的多数暴力，然后呢就集体退场这样的一个方式。那甚至呢，在这个党团协商的时候呢，也不出席。那当然呢，国民党呢在讲的是说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呢，这有针对性。那我们来看不当党产条例，它要处理的是什么？它要处理的不是一般的政党的财产。其实一般的政党的财产已经有政党法要去处理。今天要去处理的是所谓的转型正义，在威权时代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财产。那因为党国不分，所以呢，把人民的财产、国家的财产，把它变成登记在党的下面。所以在今天在转型正义的时候，在我们从民国76年解严之后到今天已经将近30年，30年一直没有转型，没有转型正义。那没有转型正义呢，就是这些的所谓的应该还给人民的这些的财产，仍然是在国民党的党产之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去处理的就是这些应该回归到人民的财产，回归给国家的财产。那因为党国不分，在威权时代党国不分这样一个情形之下，这样所造成的不公不义，当然要透过这些的法律呢予以纠正，所以才会定所谓的不当党产条例。那跟国民党口口声声的在讲说所有的政党的财产都应该申报，那是在政党法里面要去处理的，不是在不当党产条例里面要去处理的。所以这里面没有所谓违宪的问题，也没有所谓多数暴力的问题。这里面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我们希望是说大家能够理性的在委员会里面去讨论。那委员会既然已经出委员会了，那我们希望是说在党团协商的时候大家能够来论辩，而不是用恶意的一个杯葛的方式，让这个全民大家起手盼望的这样一个党产不当党产条例呢一直没有办法过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诚挚的呼吁国民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同道呢，能够在以这个所谓的不当党产条例的协商呢，能够来协商，那让这样的一个法能够尽速的通过，谢谢。好，下一位请王玉明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首先啊，主席要请问一下，我们民进党啊还是执政党吗？大家看到今天他提出来的这一些最后一次院会这么重要的时间，他提出来的这个讨论事项的顺序，竟然是把这一种比较偏政治性的法案摆在第一位。很显然，民进党现在还没有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是在野的心态，把拼政治放在第一位。把拼经济、拼民生，其他重要的法案，通通可以摆在最后面。我希望全国的民众，大家就看清楚，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最大的执政党民进党，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治国？上个礼拜才刚发生这么台东这么严重的一个风灾，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连续17黑，经济状况非常的不好。很多的民生议题都需要大家朝野一起共同 来解决，然而我们竟然看到一个执政党把一个政治性的法案在最后一天，大家 都想要把握时间，他们不想把握时间，他们只想要做政治斗争。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同意的。第二点，刚刚很多民进党的委员说，这个协商为什么国民党没有来？我让大家回想一下，在委员会讨论不当党产条例的时候，请问民进党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跟在野党互动的？
每一个条文真的有如刚刚民进党委员所说，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意见，而每一个人充分表达的意见都可以让主席所接受吗？是这样吗？大家要不要把那个袋子掉出来重新再看一遍？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只有民进党的版本是版本，其他委员提出来的版本意见通通不考虑，所以我让你一点时间发言完之后结束，我们这一条就举手表决。你们有采纳，采纳比例有多少？顾大律师要不要讲一下？所以你在委员会不民主，今天还说为什么国民党不参与协商？你的态度，你是真的想要跟国民党协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当然乐于跟大家多花时间，再花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来好好协商。事实上，国民党最近也提出，我们有三大议题，希望可以跟民进党坐下来好好协商。如果今天民进党真的觉得协商这么的重要，希望可以跟国民党再好好谈一谈，本席不反对啊。那我们就花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再来好好谈吧。而且是真的可以听见彼此不同的声音，这才是真民主吧。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委员会的表现完全不是嘛，他完全忽视在野的声音嘛，我就用多数的表决，我就通过我想要的版本。当你前面是展现这样的一个态度，后面你才说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再来协商，您认为我们现在会相信您所说的吗？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协商，诚如刚刚民进党委员的发言，本席觉得很好啊，大家来协商。而这样的协商，这么重要的法案，绝对不是一次的协商就开始开，而且这样的协商会议应该就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来好好的针对这一个不当党产的内容，大家还有疑义的地方，大家好好坐下来谈。所谓的协商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另外一点，本席要回应的就是刚刚这个有这个包括时代力量还有民进党委员说签到出席开会，这个应该要做的事情，本席也赞同啊。但是本席在卫环委员会排了红十字会法的时候，民进党的委员都不签到，时代力量也不签到，当时本席也是在这个委员会呼唤着大家。所以我想这件事情礼拜五是院会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这边奉劝民进党把握最后一天，民生经济等等重要的法案应该是优先中的优先。而关于这个不当党产条例目前有争议的地方，如果你们赞成要协商，本席也觉得我赞成要协商啊，持续大家再来协商一个月，看看这个内容怎么修怎么定，等大家有共识之后再送进来院会再做处理。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截止发言登记哈，现在请曾明忠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跟各位同仁报告，我本来不想发言，不过听了民进党的先进发言之后了，我两个感想。第一个，他们刚刚一再强调，希望大家有民主风范，但是在委员会的时候，在审查的时候，民进党哪来的民主风范？哪一条连改个字都不行，连改个标点符号都不行，这不是暴力，哪一种是标，哪一种是都是暴力？这第一点报告。第二点，我也非常谢谢刚刚几位委员提到要倾听民意，到时候任何政党的各种作为会在民意上做反应。我要利用机会跟各位委员报告，民进党到现在执政几天？53天，两个月都还不到。现在满意度多少？36.9%，不满意度多少？36.5%。这个各位委员没有看到民意的走向吗？另外，相同的民调，真的希望推动促转的部分只有13.9%，绝大部分80%的民众希望现在的政府赶快推动经济改革，赶快。刚刚讲了，整个出口连漆黑，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跟各位报告保一都没有希望。我希望刚刚讲了，其实要有民主风范，首先
真的是多数党要尊重少数党。以上跟大家做说明，谢谢。好，谢谢。最后请李彦秀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我想我还是要第二次针对于这一次民进党变更议程的方式，我还是要再提一下。国民党针对于不当党产或促转条例，我们通通都认为可以摊开来讨论。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的绝大多数，想要拿一个时间点表决，想要拿一个时间点每一条条文怎么做，我想国民党只剩下35席，也没有举手表决也赢不过你们。但是我要提的是，这每一个条文当中，包括促展条例，我们说要达到的凝聚社会的共识，凝聚社会的和解，在整个委员会讨论的过程当中，有达到社会的好和解，有达到有各个大家每一个修正条文其实都有不同的意见进去，每一个修正条文有被尊重到吗？今天的变更议程是礼拜五这个会期，我要再次强调最后一天，我们国民党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希望调整的部分在里面，其实从媒体上也都有机会看得到。第一个，我们认为不当党产的名称，第一个有针对性。其实法条法案重要的是在整个条文内容，而不是在整个法案的名称的部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不当的部分，其实应该要有机会来去做一些讨论跟处理。第二，时间点放在76年的7月15号，太有针对性。中华民国台湾现在有100多个政党，我们能不能把所有政党的所有的财产，大家当有疑虑的时候，也放在这个条例里面，好好的来检视？第三，我们认为应该成立第三公证单位，未来来检视各政党的财产，放在行政院底下的财产的委员会，会不会让人家误认为就是执政党在针对于他的政敌做清算斗争？我想这三点是适用，这三点如果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讨论，我相信国民党非常乐意把这个条案一条一条逐条来表决，甚至有一些条我们还可以赞成来去做处理，我也不希望礼拜五院会最后一天，我们因为内文的调整没有机会好好的，有机会讨论到，而变成民进党在指责国民党，后面的议程都变成是我们在背锅，所以我们希望民进党有机会，我们是不是先把其他45条，包括你们排的文资法、农会法，包括动物环境保护的相关的条例，包括什么交通相关的这个行政法规的部分，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调整一下议程？我们想把这些案子先排在前面。我要讲，民进党难道只有清算斗争排在第一位，其他民生法案都不重要了吗？好，谢谢。好，我们讨论事项发言完毕啊，我们开始处理啊，先处理中委员孔绍提案的部分啊，请问各位委员有异议？有没有？有。有的话，我们协商一下。
好，这样哈，我们针对这个钟委员的提案提议部分啊，我们进行表决哈。来，在场人数目前16人啊。那赞成钟委员提议的部分，请举手。来，我们清点一下。好，那反对的请举手。好，赞成11人，反对5人，赞成多数。好，那我们就通过钟委员提议的部分。好，看到没有？好，我们做以下的决议啊。本次会议讨论事项一，钟委员孔绍提议修正通过。那上述所列个案审查报告于本会散会时尚未送至议事处，或于今日下午院会通过者，均授权议事处予以删除。好，接下来我们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共5案。二一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属应提起诉讼者共3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竞付者共42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啊。有临时动议？好，没有。我们今天会到此散会。